来不及格，可说一般的承诺让我全部对你浪漫的自首。 Could you be the one I'm waiting for， 从我遇见你的天气 I lose myself in you completely。 一半天真一半成熟在我心中，小杰终于找到他未来的期待了，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因为你的努力。谢谢你还想到我。最近还是在陪妈妈吗？是啊。你呢？你有陪丽欧约会？他今天中午就去警戒室了。哦。除了陪欢欢，我也想来 OC。发现了，我除了 OZ 之外，没有其他的朋友。但现在就连你们，也不把我当成朋友。每一个来到 OZ 的人。都会变成 OZ 的样子，我变了，廷尉也变了，陶乐斯，你一定知道 OZ 是什么意思吧？绿野仙踪的奥兹王国，我哥跟我说过，他替这间公司取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一个是因为奇幻。美丽，还有灾难。一个是因为我的名字，所以你是陶乐斯，为了想回家，来到奥兹王国找人帮忙。你找到了吗？这个奥兹王国被你抢走了。哦，奥兹王国并没有被我抢走，陶乐斯还在这个梦幻世界里。你或许来过。我告诉你好了，在我变成小鹿的那一天，我真心的觉得 OZ 会帮我找回梦想跟热忱。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，这个奥兹王国会把我们要的东西给我们的。哎，你要走啊？对啊，怎么了？舍不得？我跟欢欢约了，明天去陪他复健。这样。
你干嘛？拍张照，传给丽友啊。你可以不要做这么无聊的事吗？哎，他正式跟我宣战，我总要让他知道我们的战况嘛。哼，无聊。哎，开不起玩笑。 休息一下，你这样子实在太辛苦了。我有天心哥哥，我不怕辛苦。好，我们要继续下一个疗程了。行。欢欢，喝点水，这是不冰的水，我妈妈说女孩子喝常温的水就好了。 谢谢。好了，待会天心哥哥跟我哥就会来了，你可以先回去，没关系。我还可以再陪你，真的没关系，谢谢。我只是想要对于 OZ 在执行完 乖乖之后，他们接下来的一连串案子里面提供一点点建议而已嘛。我明白，我也知道现在 OZ 的确是立足于天井没有错。Lance，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我们谈论这件事。以后 OZ 要接什么案子，我跟他们直接做决定就可以了。我就连以天井营运长的身份来提供一点点建议，也不行吗？ 真的不需要。嗯，天行，你这个态度让我觉得有一点不舒服。那我也只能说很抱歉了。Lance， 你知道我有多么重视 OZ 这家公司，所以我不希望他们执行不适合他们的案子。就这样。你讲的他们好像不只是一间公司，他们是你的家人，是吧？我的确是这么想的。OK， 我问一个问题：如果 OZ 没有陶乐斯，那你还会这么重视他们吗？我不需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吧。 总而言之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干预 OZ 的结案。 回来了，一号那边联络怎么样？昨天已经跟他们谈好了，现在应该在跑程序了。那要等多久啊？ 就这几天，所以现在没有任何人知道，除了我们两个之外，其他人要等到 OZ 被通知之后才会知道。嗯，哥，哎，啊，你们在聊什么啊？ 算是送你的礼物，我的礼物，嗯，什么礼物啊？别看，哈哈哈哈哈！
什么是什么热量？你来了刚好，你看那个，怎么会有这个海报啊？我刚刚去乖乖他们给我的。老大，这都是你的好成绩。没错没错，老大，我们把它贴起来好不好啊？好哎，啊，我们贴在那里好不好？来，把它贴起来。好。 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成绩，还有六哥、妙妙、贾开先，还有王庭威。老大，你应该要叫陆总经理好好来看一下，是不是？嗯。在 OG 啊，我终于可以做我真正喜欢的工作了，哥。 我们终于 TOZ 闯出一片成绩了。OZ 的陶小姐是哪一位？我就是，请问有什么事情吗？有事情跟你说，跟我进来。 姓徐，你换投资管理顾问公司。这间公司跟我们 OZ 有什么关系啊？请各位看完公文后，准备什么？OZ 广告公司所有产权已完成转移易主至云汉投资顾问管理公司，并将。 本信函发出后三天进行强制拆除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易主？什么强制拆除啊？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。许先，请问是谁把 OZ 卖给你们公司的？我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。这是产权让渡书，之前 OZ 交出押标金，还有600万没有领回，换算下来。 这是陶小姐4% 的股权现金支票。我再重申一遍，三天之后进行点交。如果有东西要移走的，请各位马上搬移。是天机干的好事，对不对？是天机，对不对？而且你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。我怎么样？王庭威，只有天机会做出这种事情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 你不要只会找我发脾气，现在不是应该想办法解决问题吗？好啊，你要解决问题是不是？先让我揍你一顿啊！贾开先，不要闹了啦！徐妙妙，你隔壁想玩完是不是？你说什么 ？OZ 现在要没有了，就在这里大吼大叫吗？对，我就是要大吼大叫。OZ 没有了，老大，你还要再混在家里这边吗？拜托，各位冷静一下，我先打电话。不要吵！你对老大凶干嘛？ 喂，收到东西了，那很好。嗯，那是当然的。通知书上说什么时候强制点交，就准时去吧。 嗯，Lance 啊，OZ 收到公文了，我想天行很快就会去找你，你就告诉他是我做的决定。待会我会带欢欢出去吃饭，嗯，拜。 打给陆天喜对不对？你叫那个王八蛋过来，他干的干好事。贾开先，你不要乱骂人啊！你凭什么觉得执行长跟这件事情有关啊？不然跟我有关吗？你搞清楚事情了没啊？我搞清楚了。大小声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你是王八蛋。
你终于来了！讲话客气一点啊！走开！你看看你干的好事。苏天行，这就是你爱我们老大的方式吗？你讲话干嘛对他那么客气啊？你看清楚 ，OZ 现在要没有了，你要我们怎么办 ？OZ 到底欠你什么？你要怎么做才要高兴啊？许妙妙，你怎么了？怎样？你是帮这种人讲话吗？你们怎么了啊？都疯了是不是啊？对，是疯了。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在 OZ 工作，跟老大住在一起。现在 OZ 要没有了，你要我们怎么办？不是我，不是你，这不是你。这就是你来 OZ 的目的，现在 OZ 没有了，你高兴了吧？我们在拍怪怪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真心要帮我们，没想到你根本就是一个大骗子。我说过了，这件事情不是我，你还嘴硬？冷静，走开，冷静一点，放开我，自己走。吵架，不要责怪任何人，是我不好，是我没有保护 OZ， 是我让你们大家变成这个样子，是我不对，统统都是我不对。是啊，怎么了？我们吵架了，老大他开车走，陆天行已经去追他了。唐僧，
要死。只有一年，因为火车出轨的意外，把他们带走。说过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不管在哪里，我都会保护你。我知道你会保护我，可是我这一次不是害怕，也不是逃避。我只是想给自己一点时间安静一下，去面对所有我要面对的事。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说。那就是你很棒。你真的很棒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棒，是因为你。你告诉我要坚强，提醒我不能哭。我想成为你心里那个坚强的陶乐斯。所以你不气我了，你相信我了，是吗？我相信你。我相信你。我把你手上60%的 OZ 股份转移到天际做交换，这样一来啊，你在天际的股份就会跟 Liz 差不多啦。你觉得怎么样？陶乐斯 ，OZ 这件事情，我知道要找谁问清楚。阿弟在家吗？开门一下。您拨的电话未开启。
备开机，请稍后再拨。Auntie， 请慢用，谢谢。既然喜欢吃，多吃点啊。嗯，谢谢妈今天带我出来吃饭。欢，嗯，有件事妈想要先跟你说一声。什么事啊？就是明天啊，你的天晴哥哥会来家里一趟。我的天晴哥哥每天都会来啊，他每天都来陪我。是啊，可是明天会有一点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他可能会为了一件事责怪妈咪，如果他生气，你别被吓坏啊。天晴哥哥为什么会生气啊？什么事啊？你先吃嘛，你一边吃一边听妈慢慢说啊。你还记不记得，妈咪曾经说过要送你一件礼物？嗯，记得啊。什么礼物啊？多吃点。喂，我需要跟你谈一谈。我在 OZ。好。奥森，我让妙妙先送他回家。这件事你没有任何的话说？有。我想，应该是跟 Lance 还有欢欢的妈妈有关系。他是天际的董事长。除此之外，我想不到其他可能。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吗？这件事情跟你有连带的关系。默认了。这件事情，我必须跟他们谈过之后。我才有办法回答你。在你出现之前 ，OZ 是经营的有点辛苦，但桃子没有放弃过，他也没有伤心过。至少那时候的桃子是快乐。你出现以后，他的笑容不见了，他不是天天哭，就是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感情里面。现在连他最重要的 OZ 都要失去，陆天行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
会先找花花的妈妈谈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希望你相信我，我跟你一样，不希望这一切发生。我会尽我的全力挽回这一切。虽然你现在讲的话我没有办法否认，但我跟你保证，这不代表着结束。我会跟着大家面对这一切，一直到最后。网络上完全找不到云汉投资管理顾问公司的资料，那一定是最近才去登记的空壳公司。空壳公司为了要我们撤出 OZ 才成立的公司。喂，找认识吗？没有，他不在办公室，我拨他手机，他没有接也没有回。我有个朋友是律师。我来问他一下，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？桃子，我直接照这个地址去找这间公司好了。不要慌，等我回来。方婷，我请问你，把 OZ 卖掉，接下来 OZ 被拆除，这些事情是你做的吗？安迪这么做都是为了你着想啊 ，Lance， 你明明知道。OZ 对我来说有多重要，你怎么可以坐视这件事情发生？你不要问 Lance， 是我做的决定。阿婷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天心，你态度不要那么差，再怎么说我妈也是长辈。为我好，跟把 OZ 卖掉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？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公司，没有 OZ。你可以成为天际的合伙人呢、啊。我不想当什么天际的合伙人。阿提，你这么做是要让我对 OZ 的人无地自容吗？有这么严重吗？就是这么严重。阿提，这一切是你开始的，我希望你马上停止这一切。天行，这些年来，我就像是你妈妈一样。照顾你的吃穿，让你受最好的教育，还让福伯陪了你这么多年。我把天际交给你，我看着你把天际推上舞台。欢欢为了你，得一辈子坐在轮椅上。我把你留在天际，留在欢欢的身边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而且当初我妈把股份交换的时候，你也没有反对，不是吗？这当中一定有一些什么事情没有讲清楚，但我们现在讲开了，以后大家也还是一家人嘛。天晴，我妈是为你好，不要生气好吗？天晴哥哥，你想要说什么？啊？你这么生气，是因为陶乐斯难过？还是因为 OZ 没了？我这么生气，是因为你们自认为是我的家人，对我有恩，帮我安排一切。实际上，
是我一辈子为你们李家卖命！你太过分了吧！明明就知道我已经喜欢你，喜欢到没有自己了。阿婷，我拜托你。 停止这一切！这件事不是没有挽回的可能。只要你跟欢欢结婚，天喜，我希望把你留在天际，我更希望你跟欢欢结婚。我当然知道你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。 但是安婷毕竟是个妈妈，我希望看到我女儿幸福。你能答应我的要求吗？天喜 ，OZ 明天就要被拆除了，你再考虑考虑吧。 天际，留在欢欢的身边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 回答我。这件事不是没有挽回的可能，只要你跟欢欢结婚。你说话！你爹的火要为一切负责。 这就是你来 OZ 的目的，现在 OZ 没有了，你高兴了吧？欢欢为了你，等一辈子坐在轮椅上，我把你留在天际，留在欢欢的身边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不管是 OZ 还是桃子，你都已经伤害了，所以你不气我了，你相信我了，是吗？我相信你。 我相信你，灵魂一定是同类，才能心灵相会。摩擦冲突也不撤退，你是唯一的玫瑰，就算世界有千万种的娇媚，把你种在我的。
胸口撑出停又酸的泪，你是唯一的玫瑰，就算世界有千万种的娇美，把你种在我的胸口，长出甜又酸的泪，心疼你不爱以为认识你太怕伤悲。他们来了！你们干什么？先是强制点交跟拆物的到期日，你去把怪手开过来。站住！不准拆！统统走开！开工！对！别走！别走！来！滚！来！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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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准拆！韩县长，你跟他讲。徐先生，我是天际董事长李夫人。你为什么要牺牲我们的幸福来保护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你对我也很重要。不管是小鹿还是陆天行，都是我爱的那个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要你再离开我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家就在下个路口，我怎么了？还会走错？圣诞节过了多久，我还在过情人节快乐。天空海阔的尽头，如果我终于能走过那些坡，像朋友那样问我，就算我已不是我。和平的分手应该是种收获。